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。普京表示，俄方对土耳其参与金砖国家活动的意愿表示欢迎。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早前表示，土耳其希望成为金砖国家成员。而普京这次会见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时就表示，土耳其对金砖国家的事务感兴趣，俄方对此表示欢迎，俄罗斯一定会尽可能来支持这一意向，以及与金砖国家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愿望。此外，普京计划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共同出席多边活动时举行会面。